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邻居那天在他家门口喝多了，我安慰照顾他一晚上，在他家沙发睡着了。邻居为了感谢我，特意为我做了顿饭。为了感谢邻居，昨天特意给我做了一顿饭吃，我也特意留下来陪邻居一起过年。哎，大年三十去看一下我邻居在干嘛？哎，邻居，在贴对联啊？对呀，今天大年三十呀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贴的挺板正的。哎呀，贴好了吗？快要贴好了。哦，快要贴好了，小心点啊！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心点啊，邻居！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。哎，我来帮你贴。你去拿那个浆糊，你去拿。对，你去拿那个浆糊。对，来，你涂下脸。对。哎呀，我说，我邻居天天穿的这么板正，怎么这么喜庆啊？今天？因为今天大年三十嘛。哎呀，大年三十要冲冲喜气啊！冲喜气，可以啊。好了，我帮你贴啊，邻居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我们好邻居，对不对？说啥谢谢了？哎呀，你说板板正正，哎呀，好看，好看啊！对对对对。今天也是五元月，要不然我们就去整两口？可以啊，必须可以。哎呀，还是我邻居北京，整两口跟我邻居，哎。这个怎么红？什么红的？我以为啥？今天本命年。哦，本命年，没事，邻居。哎我帮你整吧。不用，好红啊！红红火火吧，这新的一年。今天新的一年。